九届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冠军。李宗伟，哇，漂亮！一个变线，刚开始先是热身而已。在空中的变线，这个最可怕的就是在空中的变线，完全看不出来，直到球打出来之后才知道方向，这个很难去应变。所以他的杀球虽然没有到这个250、260这么可怕的速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他速度，这个因为他的方向变化的太剧烈。2-0。中卫刚刚杀球是出界，这一球有没有出界 ？Free love， 哇，3-0，应该是先来个连三，应该是赢三，压在现场。这场比赛会不会有意外啊？目前已经打了个4-0。哇，这位蛮让人意外的哦。2-5。
3-6。Service over. 7-3。3-7。在今天的状况蛮好，进攻跟防守都很稳健。谢谢打得漂亮，哇！结果在李宗伟非常漂亮一个借球的情况之下，这球回击出现。8-5。慢慢就是上来，先吃下三分。8-6。6-8。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，所以中国大概都没在怕的啊。到杀球只有226公里，不快，但没关系，精准就好。现在只领先一分了。7-8。
的机会。追到10-9。Thirty over 11-9 interval.